佛教二十年周年庆典，法会扣大从江宏文、赵永丽家福建吉祥所闻，可以听听大吉祥福，共将吉祥福调上我国宏鼎，将法会吉祥堂照太平，够太平安，四海和平，兼顾中华世界蓝色佛珠，并世界如来正道加持，转法会，法门兴旺，兴强，可以修得修分享久久。 上述作为中华民国台湾省，从新北地区大平乡，清创四十多行，三十二龙二号，土地随下保护，有别特别，有特别，有苗源，形成永久中，有全境观产体照，永久腰肌西王金庙建堂，通告二十二周年庆典，经由主办单位，经由主办单位，通告二十二周年庆典，经由台山等等处各级行政安。 台山等等处副理事处也平安，等处等顺和平安，副等处林美君平安，李伟玉平安，主任委员系主组组长也平安，副主任委员系主组高荣平安，永处系主业业秀官平安，主持系主任高辉平安，副主任系主任洪国平安，系主任刘元和平安。 总干事、秘书和小敏平安，副总干事、秘书杨水慧平安，秘书陈祥平安，高建马助、陈慧慧平安，秘书王明德平安，法上组组长秘书刘志平安，副组长秘书林宏文平安，秘书张玉佳平安，副房组董事长组长秘书张玉桂平安，秘书副组长秘书张一文平安。 内心红衣走走进，心中老一动平安，怎样留下无处盖？正是主灵灵，乃以小神心灵顶，这是一路鬼才向玉皇大天尊天尊高上帝，一个叫文山四王，即是神。